可以。原来我们来到了唐人街，我要问你一个中文的谜语。那飞机飞得那么高，为什么它撞不到星星？不知道。你要知道答案吗？因为星星会闪。啊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Muhammad Ali Lane， 这里的壁画画的是古代的那些皮影戏啊，还有一些面具啊的小贩。这里坐着两位红头巾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印度同胞他们卖的那些香烟啊、糖果啊、杂志跟杂志还有那个什么报纸。那刚好呢，这个就在放在那个阳伞下面，就跟古代那个情景是一模一样的。这里呢就画着古代我们60年代的时候那些人住的地方，那个情况就是这样的。楼上，所以叫做店屋嘛，楼上就是住人的，楼下呢就是他们做生意的。啊，我刚才说漏了，这边还有一只小猫。